主持人女朋友还有在座的这个来宾大家午安哈，这样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我本来以为黄丽老师会先讲个十分钟，让我轻松喘口气，没想到这么的快。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第二个主题哈。今天第二个主题要跟大家报告，就是关于说技术服务厂商在履约的阶段，会遇到哪些这个争议，还有如何来预防这些争议的发生。那我进入到这些报告主题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做技术的服务。技术服务的话，在采购法的概念里面，它是属于劳务的一环。那什么叫做技术服务呢？依照这个机关委托技术服务厂商评选及机制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技术服务呢是指工程的技术服务公司、技师的事务所、建筑师事务所及其他依照法令规定可以提供技术性服务的自然人或法人，所提供跟技术有关的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监造、专案管理或者是其他的服务。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提供者可能是顾问公司，可能是建筑师，可能是技师。那它的服务的项目可能包括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建造，还有其他的服务。那其他服务的部分呢？其实例如像在机关委托技术服务厂商评选及计费办法的地方条里面有一些其他服务的这个举例，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那我们在介绍这个常见争议之前，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今天我的说明跟介绍主要是锁定在民事的争议的部分。那至于说政府采购或者是这个刑事的相关的责任的部分，不在我今天的报告的范围。那今天的报告我主要先锁定在三个主要的议题来跟大家介绍这相关的争议，就是包括了这个服务的范围、履约的期间跟服务的费用。有关于这个服务范围的这个常见的争议呢，我想我用一个规划设计来跟大家做报告。我们都知道，当今天业主想要发包一个所谓的技术服务的契约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只是一个概念的构想、一个发想。在这个时间点呢，它可能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内容。那随着这个可行性研评估、规划设计，一直到细部的设计，它会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阶段。如果说今天业主给你的指示者说，我希望你帮我这个设计八张椅子，如果他讲八张椅子，我相信画面上的这些椅子可能都可以符合设计的要求。可是如果他跟你很具体的跟你说，请你给我八张柚木质有椅背长宽高各是多少的椅子，那么你能够选择的项目就变少了。所以说，当我们今天要讨论到所谓的服务范围的时候，其实都是牵涉到您的契约文件里面针对服务范围的描述是不是够具体、够明确。当它的描述写得越宽的时候，你的责任相对是越模糊、越扩大。这是刚刚跟大家提醒的。那么我们在看什么叫做我们的服务范围的时候，其实我要跟大家先报告的是，我们的服务范围并不限于所谓的招标文件里面大家所认知到的服务范围。很多人就说，我今天来投一个标，我投的成本可能就是在招标文件里面当初他的要标书写的现场什么举手计划、投标须知、设计准则规范，我拿这些来估我的成本。这些可能是你估成本的依据，没有错。可是要这请大家留意的是，您的服务范围是仅限缩于招标文件所写的，可能是一个问号。因为随着您去投标，您会提出服务建议书，接下来您在预约的阶段，你可能也会提出一些额外的承诺，这些会不会成为你的契约的一部分？是会的。所以当您今天要讨论到什么叫做您原来的契约里面的服务范围的时候，必须跟大家提醒的是，这些文件都是未来我们在界定所谓的服务范围的时候必须要留意跟注意的文件。那这里面会发生的争议，例如像什么，我们在执业的时候常常看到我们的当事人会提到说，不只是在服务建议书里面写到什么，后来业主就说那个是我的内容，没有错。很多人在写服务建议书的时候觉得说，我就是先把业主的需求计划拿来复制贴上，就变成我的服务建议书里面我答应的提供的服务项目，这个很常见。或者是说，他就拿了一个类似的
类似的标案提供的这个服务建议书拿来改一改。这样子的状况很容易发生是什么？它确实很简便，你的被标时程确实可以缩短，可是如果你没有留意到这些文件这些标案它的需求的不同，你可能就会变成额外的承诺。我们就曾经有发生过，他在 A 标案里面他答应要帮别人做了额外的这个计划，可是在 B 标案里面他并不是必要的服务项目，可是他偷了 A 标案就没有马上自己把它删掉，他就变成了 B 标案里面他额外的承诺事项，所以这个是要非常留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在看所谓的服务范围的争议的时候，常常大家都会想说，只要看到这些事项，你可能都会觉得说它是不是构成了所谓的额外的工作。例如说就是因为这个预算的增加，我必须要重新规划设计，就算是一个额外的工作。就是因为这个需求的变更，我需要重新的规划设计，或者是因为都市人水保树保等等的审查意见，我需要调整的时候，就算是一个额外的工作。如果那个施工标流标了、停工了、重新招标了，它的验收期限延长了，这些对我来说算不算是额外的工作？我相信大家都会有疑问，你可能马上就会觉得，对啊，我当时都没有预期到这些。可是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当我们今天要去争议这些内容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你一定要先看你的合约，先看你的履约文件，先确定一下你的契约里面约定的服务事项是哪些，你的工作范围是哪些，然后你要能够说得出来为什么这些工作在你的合约里面它是属于额外的工作。而当你要主张它是额外工作的时候，也不是你想主张就可以了，你必须具体的告诉人家说，在人事实地物在什么情况之下谁对你下了一个额外工作的指示，为什么它构成了额外的工作，那么这些额外的工作对你来讲造成了哪些额外的成本，所以你可以依据什么样子的规定，不管你是依照契约或依照法律，你来请求什么样子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要在做相关的争议的时候必须要做预先准备的。接下来跟大家报告的是关于这个履约期间的相关的争议了。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应该是工程契约，工程契约里面的那个工期啊，不是几个月，至少都是几年，对不对？几年几个月这很常见，可是相较之下，我们在技术服务的契约里面，有些它的履约期间是非常短的。因为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例子，它只有规定什么，它的履约期间20个日历天，数节的规，是这样子的概念，数节的规。可是对我们来说，当它在契约里面它被规定为一个叫做履约期限的时候，你就会马上会联想到，当你做不到，你做好，马上会跟着什么就来了，逾期违约金，对不对？损害赔偿责任，还有呢，还有你干，会不会？这些都会跟着来的。所以呢，像我们在工程会他提供的这个招标文件的条款里面，他就提到说，如果你延误这个履约进度的话，他是可以业主可以依照这个采购法的施行细则111条的规定，来做相关的这个刊登政府采购公告的动作。而且它里面的111条的话，你刚刚举例的20个日历天，你超过10天就被登了名单，你不觉得很恐怖？所以哈，这个是跟工程契约完全不同的概念。规划设计里面，它当它的履约期间里面可能是几天的时候，你就要更小心，更要留意，你有没有办法可以申请哈，不计这个履约期间或者是展延履约期间，就这样非常的留意。换另外一个服务，刚刚讲的是规划或设计，你会觉得你的问题是时间太短，建造你怕时间太长。今天发生的问题是时间超出了你的预期，你想脱身没办法脱身，你想请求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呢？举个例来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公共工程的技术服务契约范本里面的第7条，它就提到说建造责任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甲方书面通知开始日期，这个很清楚吧，这一天很清楚，对不对？到什么时候为止，到全部工程验收合格为止。你知道哪天会验收合格吗？不知道。当你今天的契约里面这样写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契约是几个日历天吗？没办法，那几个工作天当然就更没办法了，对不对？所以就会造成一个问题是说，当你今天要去主张我的建造期间延长，造成我的成本增加，我想要请求他的建造服务费用的时候，我马上必须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去说明
我原来的建造期间有多长。接下来我要去说明我延长了多少的时间。那我们今天要讲我原来建造期间有多长这件事情，我们会遇到了几个可能的标准。有人会说，那我既然是建造，我建造谁？施工厂商，对不对？所以我就拿施工厂商的工程契约来当做原来预期的建造期间，至少我前面的那一段预期的施工期间就确定了，对不对？这是一种做法，没有错。工程会的范本里面也有用这样子的做法来计算，这个是没有错的。那么也有人说，那么我就拿招标文件里面他当初业主发包的时候他的需求计划里面标标书里面可能比较有预估的时程，预估的时程，那么这个也可能是我当初预期的，好，我的建造服务期间，这也是 OK。 好，不过这些都要看你的判断者，不管你是法官或者是仲裁裁不裁，我这是一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的后半段，你知道验收合格值，验收合格的话就会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讲的验收合格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竣工和竣工之后我们会经过非常多的阶段，你竣工要提竣工文件，对不对？提了竣工文件之后，合约里面可能有出验，也可能有复验。那我们看到的契约范本里面，它可能提到说你收到完整竣工文件，竣工后七天要提完整的竣工文件，提完整竣工文件后三十天你要开始办出验。好，那如果出验合格之后你还有在二十天要办复验，大家应该有听过类似的规定，对不对？好，那我们可不可以主张说，那么我预期的验收期间就是七加三十加二十，可不可以？啊，这里面就会发生了几个看不见的时间，叫做改善时间，对不对？还有呢，你看不到的时间要包括什么？你的竣工文件是谁提出来？完整的竣工文件被认定为是完整的那个时间点，也是个不确定的。好，所以就算说是我今天的合约里面写到一个七天、三十天、二十天，你加起来的预期的验收期间，你恐怕好都不当然等于五十七天。好，所以就会造成说，我们今天在主张说我要去请求这个延长的建造期间的时候，我原来的建造期间是多久？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过的第一道难关。那另外有跟大家报告是说，前面所讲的这个甲方书面通知开始日，好，这个是一个特定时间，可是它不等于施工厂商的开工日，这个可能跟大家再厘清一下。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刚刚有跟大家报告，我们看到的这个公共工程的技术服务契约范本里面有提到一个契约价金调整的约定，但里面关于这个建造的工期，它是采建造各项工程契约所载明的总工期。那大家要知道哦，你建造的时候它不见得只有玻璃包，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土木、建筑、水电、空调？那但你的总工期是多久？不是全部相加吧？大家都知道了。好，所以它是拉这个重叠的时间扣掉了最长的时间。好，所以这个部分要跟大家提醒一下。那可是我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虽然技术服务的契约范本有这样子的约定，可是我们目前我们实际在处理的合约里面很少把这条约定划进去的，所以要变成大家是以后你要去做相关的请求的时候，可能你还是必须想办法去证明到底您原来的建造期间是多久。那接下来我们用几个法院的判决来跟大家报告，当你要去请求所谓的建造期间延长的费用的时候，目前法院的见解还没有统一。才肯定的见解里面的呢，他可能会例如说，像新南方面上这两个的判决，他会认为说，你建造人呢，原则上你就是就同一个工程建造一次。那如果你要人家重复的建造，什么时候会发生重复的建造？例如说，原来的施工厂商做不好，业主把他终止契约，另外发包，会不会重复建造？是有可能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有法院认为说，因为你以一次为常态，所以如果你重复建造的话，你是可以请求额外的费用。那么另外还有法院的见解是认为说，只要你能够证明你实际的建造期间比契约的工期还要长，而且这个不是因为你的原因造成的，那么你就可以请求。这是肯定的见解。
他也有否定的见解，就是认为说你不能够要，为什么不能够要？大概有几点好考虑。他认为说，我们的合约里面通常他不会讲原来的监造工期是几天，对不对？我刚刚一开始就跟大家报告，我们的写法是写书面通知后发现收合约，它不是写的具体的几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我的法院就认为说，第一个他只是告诉你的预估，并不是一个精确，所以你不能拿它当做你原来的工期监造的工期。还有呢，有的法官会认为说它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日期，那或者有法官会认为说，你当初就答应人家从书面通知到验收合格，你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超过验收合格？没有啊，你还是在这段期间内啊。而且等一下我们会再报告你的服务费用计算方式，你当初答应人家从书面通知到验收合格就是这笔钱，你为什么可以再要求额外的费用？好，这就是我们要请求相关费用的时候又会面临的相关的争议。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要跟大家报告关于这个服务费用的常见争议。我们知道是关于技术服务的计费方式，通常有这方面像这几种，总报价法、建造费用百分比法、服务成本加工费法、按月、按日、按时计酬法。那这里面业主最喜欢的是哪两种？总报价法跟建造费用百分比法。原因就是因为控制预算嘛，对不对？大家都理解。那如果今天业主很善良的选择服务成本加工费法，他也告诉你我有一个请款上限，那我就预估上限，如果你超过那个上限，你必须经过业主的同意才能够继续服务，应该有看过类似的约定。好，那如果说您今天采用的是建造费用百分比法的话，我们常常看到的争议会包括，就是说如果你是设计厂商，你采建造费用百分比法会不会有利益冲突？我把它设计多一点没有啊，就开玩笑，就说这可能也是一个，就是说当你要选择建造费用百分比法的时候，是不是你要挑看看说你委托的这个技术服务的项目是什么。还有就是说，假如今天业主的预算增加，你是不是就可以要求说你的预算增加，我的设计就会增加，这是当然的成正比？不一定哦，因为有些时候它可能它会增加的事项跟你要做的服务的工作不见得是当然的成正比。例如说之前就有常争议的是像那个物条款，因为物价的上涨导致说业主必须多编列一些预算，可是你的服务的项目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这个时候你的服务费用可能就不会被认同说是可以随之随地调整。那另外就是哪些费用可以算入到建造费用，或者是说包括业主的收入的金额，这个情况下哪些算是我们的建造费用百分比里面的建造费用，这也是一个相关的争议。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最怕的就是施工厂商低价得标。那低价得标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造成说，如果我采建造费用百分比法，那我的设计的这些相关的成本可能都收不回来。好，这可能也是另外衍生的争议。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像业主可能在我们履约的期间，他就做了一个变更设计减项，或者是说他突然跟你讲说，啊，议会预算发不下来。拨不下来的办法，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全部减价，五层楼变成三层楼，我的天哪！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工作是增加还是减少？要看你做什么工作。如果你在设计阶段就被下了这个指示，你的工作是增加还是减少？可能是增加，可是对于你的建造，当然可能就是随着规模的量体的减少，你建造可能会少一点。好，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费用该怎么调整，该怎么计算，都会有另外的争议。那我们都知道，服务的范围扩大，服务的时间拉长，都会造成服务成本的增加。这个大家有没有共识？应该有吧？对哈。所以，当我们今天刚刚讨论的是原来合约里面就已经有约定的服务费用，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报告就是说，跟服务费用有关的争议，还有报告就是说，你想要去请求额外的费用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就是必须要去证明说你有额外的工作，包括你的服务项目增加了，你的时间延长了。那前面我们都已经报告过了，大家可以参考就好。那另外就是说，你要去请求一个额外的费用的时候，请大家先看一下你的合约，合约里面有没有相关的约定。如果没有合约的话，合约里面可能是保留空白没有讲的，那么你可能就看看有没有法律的相关规定可以举证。那举证的部分呢？
们等一下在后面再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要跟大家报告是服务费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是请求权时效的争议。那请求权时效的争议这里面涉及到是什么呢？我们的技术服务的契约在目前法院的见解里面大部分把它认定为委任或者是承揽或者是非典型的混合契约，这个是很法律的名词。我们现在只要记得一件事，理财不同的契约会影响到你的请求权，就是说你要在多久的时间内主张你的权利。那如果说你的契约被法院认定是所谓的委任契约的话，你可以有15年的时间慢慢的去主张，那么就还好。可是当你被认定为它是一个承揽契约的时候，2年，15年跟2年落差就非常的大，对不对？那如果你被认定为是所谓的混合契约，里面有些是承揽，有些是委任，有些是要2年，有些是要15年的时候，你可能就更头痛了。会比单一的期限它让你更复杂更难适用。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说什么情况之下可能会被认为说是2年，这里面是如果你的身份是技师，你要被请求相关的报酬垫款的时候，依照法律的规定它就是认为你就是2年，如果你是技师的话。好，那么如果你是承揽人的话，你就现在真正到你的契约被定性为委任或承揽，那我们就先放着。另外一个部分刚好跟大家报告，技术服务的提供者也包括什么建筑师，对不对？大家觉得建筑师要几年？20年。你有这个选项。2016不是有20年吗？2016追溯那个建筑师都20年吗？是这样吗？我们讲的是建筑师要跟人家要钱哦，不一样。在讲是建筑师要跟人家要钱的时候，你的时间是多久？那我们现在看到是最高法院就这个部分意见上是比较统一，就是认为说，建筑师的部分呢，他的业务都包括了这一些，所以他认为说建筑师的报酬跟垫款都是两年的短时效。所以如果您的身份是建筑师或技师，请记得尽早主张权利哦。那要跟大家再报告是说关于这个服务费用的部分。我们的技术服务的契约哦，其实现在业主发包的方式非常的多样化，有的可能单纯的发包规划，有的单纯的发包这个设计，有的规划的设计，有的专业管理，有什么很多的组合，因为组合的方式非常的多，所以也会造成说法院在定性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见解。目前我们会看到是说法院大部分会采用的就是类推适用委任或类推适用这个承揽的规定，那因为这个会跟大家的权利非常的相关，所以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到底这两个差别在哪里。主要的差别在于说如果它被认为是一个委任契约的话，法院就是认为说你是呢双方约定我来帮你处理一定的事情，然后你答应帮我处理，就是这样叫委任契约。可是如果你是承揽契约的话，你要完成一定的工作，而且呢要等到你工作完成之后才给钱。委任不见得会有钱，承揽一定会有钱，承揽一定要完成一定的工作。如果你今天被认为是委任契约的话，那么终止契约的权利两边都有，不是说只有业主有权终止，你承揽你的那个服务厂商也有权利可以终止契约。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承揽的话，那么抱歉，当你契约没有约定你需要适用的法律的时候，依照民法的规定，他只有把这个权利给谁？给业主。那另外一个部分，假如你的契约被定性为是承揽契约的话，那么你要留意的是下面这个，就是如果你业主的瑕疵修补请求权啊、修补费用的偿还请求权、减少报酬请求权这些权利，或者是你厂商想要去跟业主请求损害赔偿，或者是想跟他解除契约，你的权利是多久？1年。刚刚讲2年，你觉得很短，对不对？这个1年，不记得哦，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你的契约要朝哪个方向走，会影响到你后续的相关的权利的主张，或者是不同的结果。那另外跟大家报告是说，在我们的建筑师法的37条里面有规定到说，建筑师工会要制定一个建筑师的业务章则，
里面要规定到受取酬金的标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里面这个章节里面有规定说呢，你的酬金应该分这几期，然后每一期的付款条件是什么？如果说你今天契约里面的约定跟这个长得不一样，可不可以？可以吗？他是写清哦，可以还是不可以？目前法院的见解是认为说，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个业务建筑师的这个业务章子，它只是建筑师的内规，好，工会里面的内规。可是涉及到这个酬金给付的部分，就是属于契约自由的一环。如果你的契约的约定跟他前面的章则的规定不同，没有关系，你的约定优先，不会影响到你这件约定的效力。那另外跟大家介绍的是说，技术服务契约遇到终止契约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先举一个例子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案子里面呢是委托这个设计监造。那法院认为说监造的部分它是适用我们的契约，所以他在处理的时候，针对这个业主，他因为没有施工厂商来投标，导致没有办法发包这个施工的标的时候，他就把监造契约的部分终止。那厂商就去请求这个终止契约的损害赔偿。那这个时候法院认为说，因为业主的关系，你把人的监造契约终止，你要赔偿人家的范围，也包括了所受损害、损失利益。所受损害呢，这个厂商有提出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他的那些办公的支出费用，另外一个部分是人员的费用赔偿这块。办公支出的费用的部分，他要请求的包括哪些？像一些油单啊、油资啊、月租费啊、电话费这些等等的。就这个部分，业主在这个案子里面，他提出来抗辩是说，这些跟我终止契约有什么关系？没有所谓的因果关系有什么必要性？那这个部分法院当时采取厂商的意见，他认为说这个本来就是你今天发包给人家去做这个监造服务的时候，他必须支出的费用，而且这些费用非常的琐碎，人家能够提出这些单据来证明已经很好了，所以法院后来是依照单据来认定相关的费用。另外一个所受损害的部分，他核给的部分是人员的薪资。那人员的薪资的部分，这里面厂商提出来的证据是员工的聘用合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传的证人来问你领了多少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认定他的薪资。那这个时候呢，业主就抗辩说，这个人啊，你现在跟我要的这个人的薪水，他这个人不是只有做我的工作，他可能还有做别人的工作。那后来法院是认定说，因为在他们的聘用合约里面有提到，任何一方有违反这个聘用合约的时候，是有相关的合约的约定的，所以他认为说，今天厂商去请求这个人员的薪资应该是可采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提到所受损害、所失利益，除了请求实际已经支出的这些成本以外，还在请求你本来想要收可是收不到的利益。本来想要收收不到的利益，可能大部分的人在请求的时候都会拿的是什么？合约里面的那个管理费，对不对？或者是利润的那一块来主张。那这边比较有趣的是，特别跟大家介绍是，他拿的是什么？国税局同业营业利润标准表。大家看一下，你们的预期利润合约里面要几趴？你们自己的合约几趴？5%以下比较正常吧？如果看到人家写22%，很感动。所以这边特别跟大家介绍，这个是看了很高兴的一个判决。不过实际执行的时候，可能大部分法院还是会看你们的合约里面，到底是怎么约定的。那这个时候，这个是在合约里面没有办法相关的，你这么说才另外曾经有法律采用这样子的标准。那跟终止契约有关的争议的话，还有包括是说，如果你是采建造费用100%法或者是总包价法，那通常合约里面会约的，比如说你做到什么程度，你可以领第一期款，做什么程度领第二期款。可是终止契约的时候，你可能会不上不下，就是前一期领了，可是下一期还到，那这个时候钱怎么算？可能是另外的争议。那还有的状况是说，我们如果说今天请求的是终止这个设计的部分，跟大家请教一下，你的设计的服务是在哪里做？在工地现场吗？在业主办公室吗？
在你们家办公室吧？好，你在你们家办公室做我的事情吗？你如何证明呢？你会同时一整天只做同一家业主的事情吗？会吗？我们一心多用，对不对？我们把握分分秒秒的时间。好，所以这会造成是说，当你要去主张终止设计服务的损失的时候，你这些人力的薪资，你这些成本，你要怎么样举证？幸好今天有杨老师在场。我觉得这个梗留很久了。等一下可以跟他请教一下，怎么样来举证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确实是我们在做相关的请求的时候遇到一个很重大的困难。如何来证明这种你不是在业主可以直接验证的情况下如何去请求这相关的费用？那另外跟大家报告的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请求面临的争议都会遇到的是，因为法律是一个不安定的状态。以我们目前画面上看到的这两个104年跟103年的判决，最高法院哦，最高法院的判决，我们就会发现，光是我们的技术服务的契约，到底要被定性为什么契约，他们都意见不同。好，举个例来说，像这个104年度的这个1606号的判决，他认为这个案子里面是属于设计加建造，他就说设计的部分呢是用承揽，好，建造的部分是用委任。那因为他是委托设计加建造，所以呢，他认为说就是你在设计的部分就依照承揽契约的规定来做相关的判断，你建造的部分依照委任契约的规定做相关的判断，我这个别来判断，好，这是一种。第二个呢是103年的这个560号的判决，那560号的这个判决，它的内容呢，法院认为说里面是包括了细部的设计加建造。这里面有包括了完成一定的工作跟处理一定的事情，所以他有委任也有承揽。可是呢，他就说这种情况之下是要适用委任的规定来看全部的契约。我们刚刚前面那个是切开看，对不对？他就说这个不用了，我们全部看委任。好，这是不同的。那第三种意见呢，他就认为说，像在这个案子里面，104年的1423号的判决里面，这个争议是什么？他委托的东西非常多。包括了规划设计、申请取得建造、向主管机关做委托的这个结构审查等等，还有现场的建造。那这里面法院认为说，因为这个厂商没做好的部分，包括着前面的设计加后面的建造，所以呢，他用什么？如果说今天被定性为是承揽，他就得应。刚刚还记得吗？前面有跟大家报告，当年去主张什么业主的损害赔偿权利的时候得应。那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又说他虽然是一个非典型的无名契约，可是针对厂商债务不履行的部分，他又拉回去用委任15年，所以呢，这是个混乱的状态，非常混乱的状态。不过也很好，我们有王老师在，那没事哈，下次再跟王老师请教。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另外报告就是关于这个设计错误、建造不实跟管理不善的部分。我们都知道采购法里面明文的要求，业主你要在契约里面要明确的去约定，如果说因为厂商规划设计错误、建造不实、管理不善导致机关遭受损害的时候，相关的责任。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规定，采购那在公共工程的技术服务契约范本里面14条就有约定。如果发生今天这种状况，遭受导致这个业主遭受损害的时候，厂商要负损害赔偿的责任。那我们前面有提到损害赔偿的责任的话，概念上都有所受损害、所失利益。那所失利益的部分，大家刚刚看到的那个同业利润标准表，很高兴，对不对？你小心哦，你的契约里面有没有被勾？不需要对所失利益负赔偿责任。如果是的话，那些你就不用看了。好，你就只能你的仅合上就只剩下所受损害的部分，所以大家给大家提醒一下。那我们今天要去主张说，厂商有所谓的设计错误、建造不实、管理不善，或者是我是厂商，我要去主张我都没有这些的状况，那我们的依据是什么？你总要先告诉人家你的标准在哪里，才要说我没做到什么，对不对？或者我有都有做到，所以你不能罚我嘛？所以我们要先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在
设计、建造跟专案管理的部分，可能各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应该遵守的规则标准。例如说像在设计的部分，你包括了像建筑法、建筑师法、建筑法所规定的相关的建筑技术规则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你的应该遵守的规定，还有你的契约或者是设计的准则，你提出来的服务实施的计划书，它甚至是可能相关的工程惯例，都有可能是你应该遵守的规则标准。建造的部分可能有包括了像法令啊、建造契约或者是施工厂商的工程契约，因为你要按照业主发包的工程契约去建造嘛，所以业主发包的工程契约可能也是你要建造的时候要注意的内容，还有你提出来的建造计划。那另外专案管理的部分可能要包括施工厂商的契约，你要看技术设计建造厂商的契约，你要看你自己的契约也要看，对不对？还有呢，工作执行计划书你也要看，这些都是你要留意的事项。那我们现在看到是说，像设计错误的部分，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关于说那种在航站里面的工程，他就提到说你的设计应该要依照一般的经验法则跟工程界的惯例。我们刚前面提到是个法令，对不对？这边他认为说包含了一般的经验法则、工程界的惯例都是你必须要遵守的。那这边提到的经验法则、工程界惯例是包括什么？他认为说因为这个工程它有航高的限制，必须要夜间施工，你夜间施工成本有没有比日间施工高？有吧，各位的经验应该是这样的，晚上钱比较贵。还有呢，如果说你今天如果把这件事情考量进去，你一次发包就是跟你分两次发包，你的钱会比较节省，也合逻辑吧。所以法院就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因为这个技术服务厂商没有考虑到这个工程的特殊性，没有把夜间施工、没有把这个航高限制考量进去，导致说业主必须分两次发包，导致说他后来发包的成本比原来的高，那这样子的价差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厂商需要负损害赔偿的范围。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在这个高雄高等高分院的这个判决里面，他就提到说，你要去主张人家设计错误的时候，其实他只要符合这个建筑法的相关规定，或者是依照这个当事人之间的契约的相关规定，你就不能主张说人家有设计的错误。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有些业主可能会主张说，你当初为什么不选 A 工坊，你要选择 B 工坊？有没有看过听过类似的争议？如果说这两种工坊，其实在工程界都是可以采用的，那么你选 A 不选 B 就不是错误。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要跟业主多沟通。有些业主可能就会认为说，像这个案子里面，他就提到他是连续 B 的施工法跟预垒桩的施工法，这两种的工法。那选择的时候，其实两个都可以选，可是业主自己选了其中一个。后来呢，他又觉得业主又觉得他选那个不好。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就不是设计厂商的错，那是业主自己的解释。就不能够拿这个来主张就是厂商设计错误。那另外一个设计错误的案子，就等下参考是花莲高分院的案子，他这边是认为说依照建筑师法，他只要设计的设计符合建筑师法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了。而且像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因为这个设计厂商他没有针对这个相关的天花板，他没有使用那个防燃的这个材料，所以因为它使用易燃材料，所以有相关的这个设计的过失。那接下来我们讲的是建造不实的部分。最高法院的这一则的判决里面，他认为说这很重要依照建造的部分是依照建筑师法的规定，建筑师的责任范围是监督营造业，依照这个设计的就是说施工，遵守建筑的法令所规定的建造的应办事项，查核这个建筑材料的规格跟品质，还有其他的建造事项。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证明说这个建造厂商有在设计或建造上有什么疏失，或有什么违反其他建筑法定的状况，你就不能够主张人家是建造不实。那这建造不实的部分，很多的厂商会跟我说，他们是依照这个建筑师的业务章则第六条，他在现场建造只负责什么？只负责下面这几项，一到五项。不包括哪些呢？
不包括营造业及其他设备厂商采行的施工方法、工程技术、工作程序及施工安全。那这个部分对各位建筑师来说，你们会觉得很有保障吗？如果你的契约里面约定的跟他写的不一样，以什么为准？以契约为准。所以如果说您觉得这样子的第二项的约定对您是有保障的话，请争取加入到您的契约内容，否则你就只能看看就好。好，要记得，因为这里面当你把它这些排除的时候，很可能你的想法跟你的契约约定是不一样、不一致的。你的契约约定里面，他认为说这些都是在你要注意的范围。那另外跟大家报告的是，另外一个是高等法院的这个95年的判决，针对监造不实的部分。这个案子里面呢，因为这个监造的厂商他没有确实的去制作这个相关的监工日报表，没有提供整个专案管理查核的审核。而且呢，针对这个施工日报表的部分，他也没有做相关的这个查核跟管理，导致什么呢？是业主后来跟施工厂商发生争议的时候，业主没有子弹，他没有东西可以去跟人家讲说你这施工厂商做不好，因为我的监造没做好，他没有办法把这相关的事证保留起来。所以后来呢，法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认为说，因为你这个监造厂商没有妥善的处理这些包括施工日报啊、监造日报，导致说造成我业主后面的这个契约争议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妥善的保护我的权利，那这个部分有可能会被认为是监造的不实。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可以看到的是高雄高分院的这个判决，他认为说，我们有些业主他会讲，今天如果施工厂商的进度落后，就是你监造不实。有没有听过类似的主张？施工厂商进度落后，就是我监造厂商的错吗？可能有些监造厂商马上就觉得很委屈哈。那如果你觉得很委屈的话，你就得看这个判决，要安慰你。他是跟你讲说，工程监造的目的是要确保工程的品质，那至于施工进度的部分，他只是要督促这个承包商确实依照施工计划跟进度来施工。可是如果说这个施工厂商他自己施工能力经验不足导致进度落后，跟你们关都没有关联。那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督促他，你不要再放着他，让他进度一直落后，至少要发发函提醒他，然后他有承诺了，你要记得去追。那至少要做到这样，这样子你都做到了，就可以跟你说你有尽到这个监造的责任。那另外有厂商会讲说，当你今天施工厂商施工不良，你有一个监造的时候，他就会跟业主讲，你业主不能只找我啊，你的技术、你的监造厂商有问题，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赔的话，他要赔一点，这个鱼有过失，跟我一起赔，会有这样子的主张。那台中高分院的这个意见是认为说，当你要把监造厂商一起拉进来，要主张说他也要赔的时候，你必须要证明他也是造成这个损害的原因，因为监造不实不见得会造成损害。例如说，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他是说监造厂商呢，他在内部的监督作业上虽然有疏失，他没有去确实的监督这个监工，可是他并不是今天施工厂商不依照设计图施工的原因。施工厂商本来都应该依照设计图施工。就算我今天的监造不实，也不是让他有理由去不按图施工。这是两件事情。就像这种情况之下，法院我认为说不应该同意这个厂商来主张过失，已有过失或者是这个责任相抵。那另外跟大家讲的是说，不管你是设计错误、监造不实，或者专案管理不善，其实都涉及到是你可能跟施工厂商之间有些责任分配的问题。当这件事故真的发生了，你都有参与了，那么法院遇到这样的状况，他可能就会到你，他可能就要去判断说，你是这个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次要原因、附带原因还是什么原因，然后去认定你的责任是多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官可能自己认定，也有可能什么找专家来认定，可能就会找工会啊、找学会来做相关的鉴定，这是有可能的。可是很多的技术服务厂商会以为，一直假设一个前提，我今天的责任不会超过我的契约金额，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想法？我领那么少，我怎么会跟他赔一样多？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过这样子疑问。我才领多少？2%，我要跟他赔100%，这怎么合理？抱歉，这就是现实。你的责任比例认定之后，他是看损害的金额大小，不是看你的契约金额大小。所以领的少，你的责任可能跟人家施工厂商负责任范围是一样大的。除非是什么？除非你在合约里面有明文的约定你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上限。好，你这边要留意。终于到结论了。我跟大家报告是说，其实今天的这几分钟的报告，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技术服务厂商的争议其实非常多，可是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的做说明。那这里面提醒大家是一定要非常清楚的去了解你的契约，你里面的责任跟权利是多少，你的承诺是什么，千万不要只是去单纯的复制贴上人家的那个招标文件。那我们也看到是说，例如说像一月的时候。我曾经有看过一个案子是什么？本来您在提服务计划书的时候，你会提一个人力配置，对不对？你可能承诺说我要在这个施工期间我配多少人，那结果呢？业主就说你要不要再多配一个人？当你今天答应多配一个人，那个时候还好，当这个时间拉长的时候，那就不好。大家了解吗？所以当你今天要去做一个承诺的时候，你要想的是你后面的成本。是会随之改变的，所以呢，甚至我们有看到是，有些厂商他在提他的服务建议书的时候，他不只是在施工的阶段，他会提在地的监造人力。我们刚刚提到监造是到什么时候为止？验收合格。他可能连验收期间他也给他排了监造人力，那他要不要出力监造？我们施工厂要不要设厂？要不要监造服务？要不要出力监造？如果当你在你的服务建议书里面把它排进去，固定人力在那里，你要不要做？大家了解吗？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的事情。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要做相关的主张的时候，一定要清楚的保存相关的事项，包括你的人事实地物，还有刚刚跟大家报告，很多的额外工作都是来自于一个口头指示，口头指示是很难举证的。所以呢，当你接到口头指示的时候，记得做一些相关的记录，不管你是发函也好，或者是有另外的备忘录什么，把它记录下来，或者还有呢，当你因为这些额外工作增加相关的人力、相关的成本的时候，也记得把相关的事项保留下来。那另外就是说，你的权利，请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请不要想说，反正到时候法院可能会认为我是15年，所以说你的权利都要放很久。那我们知道，当然有些业主会认为说，你今天多起，你今天对我求偿之后，我对你什么不好过？我很多的厂商都这样跟我讲，我现在绝对不能惹恼我的业主，我要静静的等候。我要记得，你要静静的等候，一定要记得保留好、保护好你自己的权利啊，不然等到你真的能够具体做请求，到你的主张一个时效抗辩，就你的权就消灭了，这个非常小心的事情。以上就是我的报告。报告，再接着请刚刚大学英文组的杨教授来语谈。杨教授是非常知名的仲裁人，非常资深的杨教授。主席、律师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前辈啊，我今天看到我们杨敦和杨校长还有苏锦江苏律师啊，苏建筑师，这个我们很多前辈在这边啊，这个还有我们李律的李嘉欣李大律师啊，都是非常资深的，从早期我们工程的这个进入仲裁的这个程序里面啊，开始让这个仲裁变成争议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啊，我想在座很多先进啊都有参与啊。那我想我先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啊，有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某一个仲裁案，
业主是公家机关啊，他是我处理的那个案子是 PCM 对他的球场啊，因为工期展延了，比预定的这个组建的这个工期啊展延差不多两年啊，结果在那个案子里面，原来的营造厂商对这个公家机关提出请求说，这个有变更设计，有工期展延，所以他请求额外的费用，哎，这个营造厂赢了。那这里面的这个设计建筑师他说哎，这个工期延宕很久，那我们的监造也这个拖了很久，所以他也提起仲裁，他也赢了。那在我处理的那个案子，他是一个 PCM， 他说因为工期延长了，他付出额外的人力，所以他请求，结果他也赢了，最后当然是赢了啊。那这公家机关的业主呢，他就开庭的时候就讲了，我是什么都不懂，工程我什么都不懂，我是拿了这个经费预算哦，然后希望能够帮这个盖一个这个公家的东西啊，公家的工程。那我有 PCM 来协助我，我有这个建筑师来帮我设计监造啊，然后找了这个营造厂，那怎么？我只是出钱，我什么都不懂，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跟我要钱，然后都赢了呢？那当然，这个其中当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个公家机关它的这个每次要变更设计的审查或者它验收啊期限都太长了啊，所以基本上在这一块啊，它是吃了一个很大的亏啊。好，那么就今天的主题来看呢、啊，我就说我们是。先挑后重，那我们这个地方是讲欺负厂商的争议跟预防啊。那我想我就我自己本身的有关调解跟仲裁在这一块会遇到的案子啊，大概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以欺负厂商来讲，就是规划设计建造啊，就一般的我们的建筑师事务所啊，或者是这那技师事务所还会加上一个就是这个 PCM， 就是。这个专案管理啊，那我们就这几个阶段来看一下可能的争议啊。规划设计这一块最常见的就是，而且比较大的就是你的这个原来的规划设计要废弃啊。比如说你的原来是设计经费可能是40亿的经费，后来是可能缩短成为10几亿啊。你说怎么会变化这么大？就有些工程就是这样。那或者是有些这个本来设计的是这个比如说地下5楼，那地上有5楼，那现在改了可能是变成是这个地下变成3楼，地上变成10楼啊，就是整个改掉啊。那这种规划设计的这个变更变成是原来的设计要废弃，那重新做过啊。但这个地方就一个很有趣了，你设计过的东西废弃，那要给你钱，对不对？那可是你重新设计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你这个3楼变4楼，或者是4楼变5楼，里面东西好像是不会变很多嘛，对不对？所以它在这个经费上面，它重新的设计的经费上面，实物上在我遇到的案子里面，都是需要经过打折处理的。也就是说，其实应该。虽然它是有废弃的重新设计，但是你重新设计的经费其实是应该要经过打折来处理啊，会比较公平。那这样子的情况在调解跟在仲裁其实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啊。那正如刚刚我们这个林建筑师所讲的，在休息间跟我讲，就说在调解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一直会让步，为什么呢？因为业主跟他讲，哎，你还有别的案子在我手上啊，对不对？你这个案子你若多请求，你下个案子试试看，对不对？那我想我们这个张局长也是站在业主的角度说，哎，这个我们工程很多啊，局长不是讲我们有这个几兆的工程，对不对？那你这个案子做完了，你如果这个表现得不好，那我们下个案子就你没有机会啊。那这个在调解，所以在调解过程当中厂商会做很多的让步啊。那在仲裁里面就比较麻烦，就是会变成就是说
要详细的举证，到底重复的地方、重叠的地方到底有多少？啊，这个地方就比较麻烦。好，那这是规划设计的部分。那进入施工阶段的话，那会有一个问题，会造成工期产权的就很大部分叫做这个设计变更啊。那这个变更设计这一个事情啊，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如果你的费用是用这个建造费用百分比法，哇，那个变更设计啊，这个建筑师可以不能讲说上下其手了。这个反正设计的越高，他领的钱越多嘛，对不对？那这个地方也会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可推责性的问题。那责任归属是谁？到底是你原来就设计错误，导致你现在就需要变更设计的，还是说这个因为限地做那个阶段，然后业主只是变更，所以你这个重新设计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啊。那么讲到这个地方，讲到工期展延啊，就是说，施工阶段的工期展延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情况啊。那不同的情况，其实就营造厂的工期展延来讲，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机制啊，就是说，像台北市政府那边，这个厂商只要遇到工期展延，这个不可归责于他呢，他就是用总经费的2.5%啊，然后这个除上原定的工期，乘上可展延工期啊。那如果是不可归责于双方的话呢，就要减半，就这样。所以这样的一个契约的条款，对营造厂来讲就解决了非常多的问题。可是对我们这个建筑厂商来讲，尤其是在监造阶段，就是建筑师的这个监造，或者是顾问公司的监造啊，或者是 PCM 的这个专案管理，这个地方就很麻烦了，因为到底这个工期的展延到底怎么算呢？对不对？到底可规则性是怎么样的？就说如果是用总包价法，很多的机关就说，这总包价法就一包到底啦，工期展延就不干我的事啊。我想这个地方，我们这个主持人黄院长他也找了很多，这个高等法院的判决，发现你这个用总包价法或者是建造成本百分比法，这个厂商啊，技术厂商恐怕就有一些案子里面啊，是即使是工期展延的一倍或一倍半，是领不到任何款项。这个地方，我想等一下我们这个院长会来这个报告啊。那至于就说怎么样去证明，或者怎么样去请这个石敏刚刚有讲，怎么样去请求啊，就是说证明说我到底有这样的施作啊。或者是我曾经付过这样的努力啊，就这一点呢，这是我常常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讲的。你如果是做 PCM 或者你是做监造，有两个东西你一定要做的啊。第一个就是签名啊，叫什么叫签名呢？就是签到啊。这个签到呢，不管是他的所谓的公务会议、什么讨论会议、协调会议啊，或者是施工制报表、监工制报表，你要签名。所以签名就是要值钱的啊。第二个就是要做报告，不管是你的这个监工制报也好，这个监造的报告也好，或者 PCM 的这个按月的检讨报告，或者双周的这个报告啊，你一定要出报告，表示证明你的存在，证明你的努力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依据这些来请求相关的这个款项啊。那么这个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延长工期这一块，坦白说，一个工程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刚刚是你讲的非常好，就是验收的全部工程验收合格才结束，这个地方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这个地方其实最难的啊，最难的啊，最难决定的，到底是不是可归责于我们的这个监造单位，或者是可归责于我们的 PCM？不知道，对不对？又很难，又 case by case 啊。但是我想，这个地方黄院长会有解决办法，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好，那不过实务上，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实务上，在调解跟仲裁的时候啊，在针对这一块，就是工期展延的这个技术厂商的费用的请求啊，基本上我想应该是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要证明你的
不可规则啊，就是说不是你没有可规则之处，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建筑师来讲，你的这个有没有你的这个变更设计或者是你的设计是有问题啊，这个要检讨的啊。那就 PCM 来讲， PCM 有没有尽到这个监督的责任，有没有尽到图所审查的责任啊？有一个案子就是 PCM 没有好好审查那个图，导致到最后要变更设计，所以我们就把 PCM 因为这一段变更设计导致的工期展延的钱把它扣了，啊，就是这样啊。那就说不可规则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另外一个要考量的就是有没有这个 flexible 的这个时间。所谓 flexible 就是说，即便是在这个工期展延的这段时间，到底是说每一天都可以请求呢，还是说有一些退让的空间啊？那在我过去处理的案子里面，大概会有平均大概一年的就是原定的一年期间啊，大概会有1到2个月的弹性期间啊。也就是说，如果原定的原来的工程呢是3年，那么它工期展延了，比如说展延了6个月，通常在这个情况之下，也许这个监造跟这个专业管理厂商，我们认为可能会不会给他钱的啊，就说他有一个弹性的处理期间，因为一般的工程你会预期到他的这个可能的有些困难，那可能的验收会有些迟延等等啊，更何况最后的不管是出验复验，你所需要付出的人力其实是 minimum， 就是很少的啊，所以在如果是延长的大概以3年来讲，大概6个月之内啊，大概恐怕就是要请到款项的机会会比较少。但反过来讲，也不保证就是说你若3年工期又延长了3年，你是一定可以请求到款项的，因为坦白说也要看你的合约跟你的工程的类别。好，我想这个我这样子没有想吃几步了。好吧，我就报了到这边。好，谢谢。谢谢。不过他有点跟这个我们报告一样嘛，那都有点变钱了。这主持人是不负责这个回答对面回答这个问题的义务，我被告知是在主持，并不是来回答问题。不过就说有一些东西，我还是可以稍微讲一讲，因为第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就是说所失利益的问题。所失利益问题呢，最早发生问题是在《政府采购法》63条啊，就终止契约嘛。那这机关可以就是因为有一些理由就可以任意的终止契约，这是法定的解除权。那这边呢就并赔偿，就是我可以终止契约，然后赔偿损害。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那我必须要讲个坏话啊。那个时候的主任秘书就是廖忠正先生。他现在呢是营造工会的秘书长啊，他刚退休。不过呢，他那时立场跟现在立场是不一样的。他那时忧心忡忡的就在那边讲说：“哎，这个不对啊！这样子，如果每年要说每一件都如果终止契约都要赔损失利益的话，国家一年要损失几十亿。”那就提案在那边讨论，讨论来讨论去呢，开了一个多钟头会呢，那大家没有结论。那我因为急着想回家，只好帮他们解答。就说哎呀，你其实啊，只要在企业范本里面，然后另外用个通函通知所有政府机关，那在条款里面排除所失利益就没有。那事后呢，我被很多人谴责啊，说你怎么可以出这种馊主意啊？那不过事情已经做成了，也没办法再追回啊。这第一个事情，感到抱歉。那第二个就是说，有关于就是委任啊。就是说到底就是说这个建就是说这个到底是委任或者是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那设计建造契约到底是什么性质啊。其实那当时我们在帮我们的研究团队在帮司法院做这个知识库的时候呢，
那是有讨论到哈，我们在报告的时候，那我们的那些评审委员是有问到，说你们有什么看法？我当时就讲了，我说你要问我，我就会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当时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我就讲了，就是说，税捐处呢其实是有一些看法的哈，因为多半的税捐处都表示了，就印花税法第五条的这第四款的规定，审产企业呢，它是印花税的课征范围，那委任企业不是，所以呢，如果遇到国税局的表示呢，他的意见的话呢，他说对不起，设计是一定要贴印花的，这企业一定要贴印花的，所以他一定是承揽企业。那至于呢，监造呢，那是不是这个承揽企业呢？他们跟建筑师工会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建筑师呢。那就是说，如果主要工作中的，那就是说，这个，那就是说，只不管是这个规划设计及现场监造而言，那能具有承揽性质，能应按承揽企业提供印花税票。所以，如果照税捐处的说法呢，就尽量给他贴，啊，要视为承揽企业。那当然，我的看法呢，其实。那我觉得这个监造跟设计确实是应该切开的啊，因为那设计是一定要完成一定的工作。当然在这边呢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你设计通常你都有很多付款的 milestone， 那付款的 milestone 有一个问题啊，因为那很多的这个设计单位呢，他整个设计做好了，然后机构跟他讲说我不要，不审查，所以你常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了那个点，但是差一点点，那机关说不要了，所以没有给你审查，所以你付款卖都没有达到嘛。那这个时候你给钱呢？那我们就一个仲裁判断里面，我们就说好像应该给吧，但是应该打一个折。那机关就被人家去侧重了，说这是横平判断。那这给各位参考了，也就是说，那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我想我们在企业里面恐怕。如果要防止的话呢，恐怕要把厘清了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考量的。那至于监造呢，那老实说呢，它不是完成一定工作，它是一直跑的。不过对于这个就是说企业范本的部分呢，其实吴律师讲得很清楚了。其实照我的看法呢，那个工作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说验收合格为止。那老实讲一下，我们这种企业呢，应该有一个工期吧？工期的所谓工期应该是期限，而不是条件。但是验收合格呢，看起来是条件，而不是期限。不过显然，当时我们在做那个智库的时候呢，那我是持这样的见解的。不过最高法院的法官呢，显然不太认同。他们觉得，即使这样写呢。它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期限，可是我要反问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不确定期限呢？因为老实讲，验收合格未必到来，它其实不是，绝对不是期限，它未必到来。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小林村变村的时候，那这时候有一个跟小林村的道路改善工程正在做。那施工厂商也很惨了哈，他是做了一半，然后中间没有任何的 milestone， 然后这个路就不见了，然后也没有保险没有用哈，因为那要有重建或者是那修要有重建的那个或者修复的必要，他都没有啊，因为小林村已经不合适开发了，那个厂商当然要不到钱，那只能靠政府的一个那慈悲吧。看看能不能给他一点钱，但是 PCM 厂商呢也有问题啊，他也要不到钱啊，因为我付款的 milestone 看起来没有达到，说验收合格，这验收合格已经确定不会发生了，所以那我要说呢，其实这边其实把企业改一改啊，因为这边不但是这就是设计监造企业有这个监造企业有这个问题。而且其他附属性的企业，比方说
警官契约了哈，等等的，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施工契约加上多少天，就是你的完工期限。这个什么东西啊？这是不确定的。但是那个附属契约的部分，它其实是比较，它可以讲说是一个不确定的。但是你用验收合格呢，其实它是条件，它其实就不是工期的。那这样的话，跟我们这个工期的概念是有抵触。我的建议呢，就是说，那就是相关的工会呢，应该去跟工程会去谈嘛，因为这不是修法，这是修正范本，把那边改掉。什么东西怎么改法呢？我的建议就是说，那到这个原施工契约履约，那完成时就是履约期限为止，然后另加两个月的验收期间。这个验收期间是本来你应该做，你应该提供服务的，但是在内，但是把它分成两段，那验收期间给他两个月，那这个部分如果你在两个月内做，你不能再收钱。但是前面那个你把明确的定名，就是说到施工期间，那原施工期间约定竣工日期，那样的话呢就非常清楚。当然这个就是说技术服务公司呢要避免这种东西呢就计算不清了。其实你在服务建议书里面，因为那个是会让人契约的，你就先把你的这个就是说我为什么做这个报价，我的人事成本，我的人业的这个成本，不管它是不是成本加工费法，我仍然用成本加工费法，我把我的计算时间进去，我是多少天，我到时候报出去就是这个价钱。那对于这个施工呢，也会有帮助。另外一个就是 extra work 的这个额外工作的事情了，因为老实讲一句话，我们的厂商那跟业主之间呢，其实对于什么是额外工作的，或者就常常都有很多双方都讲得不清楚。那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那个厂商的动作就做一个系统过去说啊，我今天做成功了，这是 extra work。那对相对人就把它签收了，就签了一个字。那在仲裁的时候，相对人说，哎，这是我表示我签字是表示收到，表示我承认这件事情是 extra work。这个只是就是 take notice of it， 跟 acknowledge 是不一样，跟承认是不同的。那签这种东西呢，就是说实际上双方就是在事先就必须把这种事情要厘清了，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来谈的话。那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说要处理一下这些事情。那讲这个的话，要真的要那些。